向佐和郭碧婷结婚三年，最近突然被爆料，趁老婆怀孕的期间，疑似出轨带一名女子回北京的婚房过夜。母亲向太则是火速出面对儿子辟谣，强调两人只是洽谈商务合作。不过16号又有网友爆出向佐偷吃的最新证据，引发轩然大波。网友在微博发文贴出疑似向佐约女网红视讯的照片，还写下出轨之地恩旦，因为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了，时间是2021年8月，那之前也有约过。照片中女网红看起来像是没穿衣服，而网友也公开跟女网红的对话截图，内容写着向佐要我去找他，他来上海了。网友则问你认识他多久，女网红回很久了，不过我不想去了，他结婚又有孩子了，以前的就让他过去吧，看起来像是不想继续有牵扯。而网友也标注向佐的账号，并强硬表示再删我贴文的话，我可能得人肉曝光一下向佐小弟弟的那些出轨女了。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向佐到目前为止仍持续神隐中。你算什么呢？向太则是反驳爆料是假的，要找律师去起诉。而人在台湾坐月子的郭碧婷目前也没有回应。